摩羯座下周运势，4月22日到28日，事业运势。下周的天象简直像是给摩羯座的事业扔了一颗超级能量弹，太阳四分冥王星，这是要让你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啊！你可能会面临一些重要决策和挑战，但别担心，这正是你展现勇气和智慧的好时机。天蝎座满月时，你的努力可能会得到大大的回报。事业上的突破指日可待，再加上水星在白羊座顺行，简直是助力你与同事、合作伙伴之间的默契更上一层楼。摩羯座们，拿出你的斗志和激情，准备迎接事业上的大飞跃吧。财富运势，下周太阳四分冥王星，可能会给你的财务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，你或许会发现新的投资机会，或者突然收到一笔意外的收入。天蝎座满月时，你的钱包也可能会鼓起来，因为之前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不过摩羯座们，记得要理性对待财富，不要盲目冲动的投资哦，谨慎和理智才是长久之计。爱情运势，下周太阳四分冥王星可能会让你的感情变得更加深沉和热烈，你和伴侣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，有机会解开一些之前的误会和心结。如果你还单身，别担心，天蝎座满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令人心动的信号。但是摩羯座们，记得要保持真实和坦诚，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，爱情需要真实和信任，相信你会找到那个与你心灵契合的人。健康运势，下周你可能需要稍微留意一下身体哦，太阳四分冥王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压力，记得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来放松和调整，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多做些运动来释放压力。摩羯座们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哦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